您得跟我交个底啊，您这到底有多少存粮啊？您这，这个，嗯，我还真不能告诉您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这四海粮行最不缺的就是粮，您要多少，我们有多少，绝对管饱。哦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啊，哎，这我纳了闷了，我们河北那边可真是没多少存粮了。您问去啊，所有粮行都没多少存粮，你们这怎么这么多存粮啊？ 这几位都是明白人，这各地有各地的玩法，这都正常。就像您说的，是公家的，不可说；我们这儿也不可说。是是是是是。哟，感情你们这粮行还有内部玩法？行行行行行，人家这各地有各地的规矩。哎，那您这儿这么多粮食，那怎么着？这都卖谁呀？都卖老百姓。 这个，您忘了？不可说，怎么也不可说啊！你们这事里边也有公事啊？不是，这位公子，你可不能乱说。我们这是自家粮行，这跟公家半点边都沾不上。您别急，您别急，他就是随便问问啊，您甭在意。这也不能这么说话呀！是，就你们这几位，就别在我身上多费心思了。就这买卖成了，我也做不了主。您这话说的不对。 您看看掌柜的，咱这买卖这么大，我自然会找您的老板谈。可是咱要签下这么大一单来，您琢磨啊，我跟老板那多说两句好话，这功德不得记你头上吗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您还是找我们老板聊吧，我就不陪各位了。哎，别，那行，那您把你们老板请出来吧。不巧，今儿个我们老板不在家。 嘿，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你让我们找的你们家老爷，这会儿又说他不在了，你这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你，你这老小子是不是想找事啊？你信不信我给你说公事？我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。哎，别跑啊，别跑啊！你给我回来，有能的把手给我放下，有能的把耳朵留下。行了，人家都走了，还瞎嚷嚷什么呀？ 来来来来来来，人家都走了，你们冲里边瞎嚷嚷什么呀？你们还，老爷，我演的怎么样？今儿啊，你这个孩子平时在京城是不是就是这副狗仗人势的德行？没有啊，老爷，我一直都是跟着你出门的呀。我看出就悬，真没用。大人，我呢？我呢？姑娘，你演的呀是挺像的，可是您那个。 不叫真厉害，您那叫装厉害。那真厉害得什么样啊？想想我家夫人。